就好你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有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，我的家庭真可爱，整洁美满又安康，姊妹兄弟很和气，父母都慈祥。安尼幸福的家庭，对阮今仔日的主角清典师兄，也个美珍师姐来讲，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。因为因的婚姻发生真侪考验，唔那无法度让囡仔安定的感觉，甚至师兄阁想过要放弃家己的性命。到底翁仔某是拄到啥物挫折咧？咱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。师兄，你这么认真呢？不要等下起步，不要他们。他现在要赶快，赶快恶补。对啊，因为昨天回来很晚。你会紧张哦？会哦，不知念袂啥好势。哪会紧张？啊，毋捌字，就毋捌读过字是，也毋捌读过册，是即摆有较有咧读册，无毋捌咧读册。疼是无命，就是修复啦。上应期待人人用心精进带动社会民众前来投入，做一加一个助济人，就多加一份造福的力量。啊，伊在做环保吼，我头先阮当来是迄蔡慧珍师姐啊，从阮来做环保的。啊，所以也加一个人的力量吼。虽然我这力量是点点的啊，但是吼会当。会当有每礼拜三拢来做吼，爱心态就会当让改变啦。啊，迄个心态吼，大家恢复到一个较正常安尼。真正我毋捌咧倒来着咧困啊，着完整倒，就是讲去做环保啦，去做环保倒，着家己去做毋知做几摆倒来，着感觉啊，家己个厝内心情也好势，啊该去做环保安尼，感觉安尼较对，啊着开始着家己内底扫扫个，整理你个，啊较清气，啊该做环保安尼。啊，你拢家己扫个？嘿啊，啊着感觉去做环保着。哎呀，家己个厝爱整理较好势，啊，就是分别差只尔。啊，无以前也毋知，以前规土甲规，几乎阮兜门口埕位物件会弄者，拢会到灶脚灶脚咧弄到门口埕。人嘛弄歹了了。啥会弄？我毋知，啊，都毋知影。是啉酒呀？可能是啊。你以前都毋知你咧做啥嘛？醒起来时，我知影，啊，知影袂有啊。
啊，逐工重复，啊，逐礼拜重复迄个生活，安尼，我做个番就感觉哪拢会安尼。一工物件弄歹一项，啊，弄久一项嘛无。一般个家具、家电个拢也是椅啊，拢差不多拢无啊，弄歹个。电视、电冰箱、洗衫机、瓦斯炉。安尼小歹，你会后悔无？会哦。拢唔摕钱买呢，那袂后悔。啊嘛唔知呐，啊规个即规个拢健康，拢无物件。啊只下课嘛是下扫骹，扫骹物件，家具迄扫骹的物件会煮一个，会搬拢扫了了。规个反正规个厝内底会下一个，拢较健康安尼。啊，你个后悔是后悔物件歹去，还是讲安尼感情？出来的人感情嘛伤着啊，是后悔啥物？袂，迄阵仔袂后悔，做杂的，袂感觉后悔啥。伊要破，伊要甲物件撕下个歹，下歹，伊要破坏就对了。迄个心，干迄个心态呢？就是他的发泄的情绪，发泄情绪的方式不同，分享的方式也不对，所以他入实际以后，师姐很多都会教他说，你遇到什么事，你应该如何去处理，而不是这样子喝酒去疏解。可是你真的疏解了吗？没有。师姐，你这样20年了，一直坚持的不放弃师兄的原因是什么？希望孩子有一个正常的家庭，不管爸爸再不好，还是有一个爸爸，有一个妈妈。清典哈，伊长期算讲拢伫个即个环保站哈，啊，来咧落实社区来咧做啦，啊，真的破水除灾哈，真正无伊袂用得啦，无你袂用得咧，有你真好咧。因为哈，破水除灾哈，伫环保方面吼，有当时啊较粗重个啦，啊，拢需要吼清典师兄咧甲咱甲师姐顶啦。伊刚开始，我以为他是自闭症啊。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情形嘛，啊，我跟他讲什么照顾他，他就是不理人，闷头一直做。可是他给我那个面相的感觉哈，跟现在真的不一样。起码面给做开的，给做清的。现在菩萨脸一直出来了，所谓相由心生啦。他那时候他的心跟现在差别很多啦。他可能是因为以前伊伫感觉讲无人了解伊啦，可能是因为他过去接触的缘，伊的缘。一眼哈，好一，他心里面有一些，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他没办法抛开，他那些东西、那些无明、那些东西，他没办法抛开啊，所以给绑掉的。眼睛，快闭起来，。因为师兄一直有睡不着。然后看很多医院、大医院，他们看到这个说没有这种，就是没有这种单位可以收，说拿去治疗还有戒酒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如果你想改变，我想我们除了慈济大概没有路了。啊，大理那边有慈院，我有看过他的交通车，那我们去那边看医生好不好？啊，其实他也很累的，他自己也很累，因为。我们其实他这样自己过的那种生活哈，真的他自己也很累。然后医生说：“你为什么睡不着？”伊讲：“啊，都困未起啊！”伊讲：“几担？20担啊！”伊讲：“吼，啊，几担啊？啊是安怎？你拢安怎？安着拢为着困未起，拢饮酒。那我们给他一个理由嘛，来一个台阶。他就是因为睡不着，所以喝酒。那医生说：好。”可是我开这个药，你不能喝酒，会强蹦，你可能会有危险。那医生爱他就好了。可是那我们其实，在先去看医生之前，
师兄在我们在等的过程，有个师姐去跟他聊天。师兄后来有跟我分享说，那个师姐哈、哦，去跟他聊天呢，问他为什么睡不着呢？讲够好诶，讲师姐对我够好，我讲真诶啊，用嘿啊，伊讲哦，其实呢，我买单做主宰呢，我讲真诶哦，无紧咱以后呢来做主宰。那时候觉得说他有机会，可以走出来，有机会的。他终于可以像正常人这样过了，因为师兄那一天从慈院第一次去慈院回来，带你慈院回来就可以睡觉了，睡到会困，佮困来咕咕叫，吼你困，阿妈免困嘞。他真的很累，你会觉得他像小孩子这样睡得很安稳。那师兄你怎么让经典师兄戒酒的？有什么方法的？只是我们希望他找到生命的意义呀、啊。因为每天这样喝，啊，酒一喝，对自己就没有自信呐、啊。啊，其实他的那个工作态度跟做人的那个方向哦，还有那个一些处理事情的态度很好的。啊，因为就是人生找不到方向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提醒他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的、啊。哦啊，还有他听得进去呀、啊。啊，我就说，你看你来慈济哦，有这么多人爱你。那你回到这里，那么多人笑你，那你看你要去给人家爱，还是要去给人家笑？那你自己选择。哦，啊，可是他很好，他很有智慧啊，好像隔天就来了嘛，哎，电灯刚一直来啊，哎，可是第一次一啉酒醉哦，见到阿母傻气点点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酒醉啊。啊，伊伫家咧做啥物？伊伫开始。哦，他什么都可以做，哦，因为其实。实际的事情，你也有心就无难啦。他什么都做。这里吼、哦，这里伊庆典师兄拄啊当来的时阵，咱的环保厂拄啊用好。啊，伊来到伊吼、哦，景观开始拢在做啊。所以，即个景观吼，包括后壁的大爱菜园吼，几乎拢有伊的足迹。哎，每一个所在几乎拢总有伊的足迹。只要你有做到，查清你有做到，有吼、哦，哎，应该拢总有啦。哦，阿姨家迄个特殊环保教育站已经开始咧营运啦，啊咧运作啦，咧运作是喏，啊，社区就希望伊等伊。我阿姨，你逐工拢伫个迄落引导骑，伊车骑来到遮，其实也是蛮远的啦。爱伫社区落实安尼，啊，伊然后休困又来等下，叫他去爷娘家，叫他去爷娘家。我打来时阵吼，面拢是安尼。我打来目睭拢安尼，安尼打来，一眼神就是安尼。啊，他输一下，看到好啊，伊就甲我讲讲，你无安尼。无啦，无啦。你讲，讲爱笑啊，爱微笑。啊，看到人就甲我叫安尼，甲叫输一下好，输伤好。含牙头甲看，嘛无啦，莫讲说叫伊好安尼。嘿，伊拢早饼早胖啊，我食这是透早。阿姨也乖啊，伊也变作乖，作骨头骨作清气想的啊。最近比较慢嘞。透早拢泡牛奶给我啉啊，给胖我食这是。啊，我要改烧酒啊。伊爱啉烧酒，爱食薰啊，啊，即马拢无食啊，唔免放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即马拢无啉啊，啊嘛无食薰啊，即马加足乖。爱做人个哦，足认真个，啊，搁足清气想个，啊，脚手搁足好个，真正。伊讲要互我做客件，讲你若无改，我就无让你做客户。啊，即马拢改啊，即马拢规心要做主事啊，用心啊，即马用心啊，会用一日啦。这事我该扭起来，袂歹。有听师傅的话啦。其实啉酒足艰苦的，酒足歹啉的呢。啊，我拢啊，酒歹啉，我拢做一嘴啊啉的，较袂遐艰苦。真的啊，你讲咱着人生变乌白，啊，像本来乌白啊变雾啊，
安尼。你做完报，伊迄种，迄种，伊保特瓶啊，提管哦，那是咱人的，迄种。会做代志，安尼啊，一件一项一项，安尼在清，啊分啊清楚安尼。啊，你个心态，你着讲，哦，啊，这保特瓶着是爱做安怎安尼。伊啊慢慢一慢慢甲你分，甲你分济吼。啊，你个心态，你着对伊，对伊个，伊个环保吼，安尼在做，啊，你个心态对伊安尼翘翘，心态对伊安尼啊，一项一项甲分咧安尼。哎呀，到尾分了一个，分咧啊一个顶起来，甲倒。做一个大个袋啊，安尼，啊只，安尼伊重复搁重复吼，你个心态伊轮转安尼吼，啊安尼心态你着，咱人也较健康啊，啊心态也较正确啊，生活着较平和。他自我成长，他等于说一直在精进这个区块，他。你看他这样子，他虽然说是师兄，但是他的心很细，他在观察人跟事物，他都很细微的部分他都有去注意到。对，然后就是说其实他的改变不是只有我看得到，在我们同区的师兄师姐大家都看得到。阿婆婆踏实做了，祝福你了。哦，我是顶个老的咧，真的啊，那一定。分秒不空过啊，步步蹒跷。我第一个是的，嘿。我们的近视语第一章啦，啊，所以你那句话就要放在心里。啊，我要祝福你。啊，我在嘉义哈，虽然在嘉义没盖房啦，半点钟就到，我都是遥远，也不是很遥远啊，都是底下默默在祝福你。啊，我让我看电话，你有休息时间啊？你没时间，我都没来关心。我们都有在通电话，你的近况啊，你的所行所言，我都知道。所以我很高兴你最近这样子一路走过来。我觉得你做环保这一段日子以来，跟之前的你有什么不一样？比较积极，现在比较积极，而且思绪比较正常。以前比较悲观，比较没有看到什么未来。都在自己那个空房里面，那做了慈济以后，就是你会去，既然问题来了就去解决，想没有用，想不会解决问题，去做才会解决。对，到这样。其实啊，你如果看那个照片哈，你会觉得说还有机会的，不要一直去看不好的，要去看好的地方。就会一直抓住那一点希望。我这大汉的，然后就迄阵啊五岁啊，啊，佮到我六岁，我那个这是外口，我六岁转来，是，我是阵啊住在台北啊，啊，转来就，这中间我知伊安怎大汉的，啊，佮不然呢，到我。等下伊也转来，迄十岁到我伊做兵安尼一段时间，我问看伊，人问我囝几岁，我毋知呢。结果伊讲二十岁。真苦哦。啊。艰苦哦。没有。姐姐，哇，好开心啊！孩子可以好好的睡觉，可以安心的读书，他们心都安下来，因为师兄心安了，他稳定了，让整个家庭安定。就是这样走过来，孩子有说什么？心里他说，只要。过得快乐就好了，我们过得快乐就好了。其实孩子对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要求，也不会说你要怎样。我是要感恩他，如果没有他，我没有这么积极。对呀，我只要
我就觉得，我就住彭先生，就是我今天可以这样子在这个职场工作，然后找出自己的位置，是要感恩师兄，然后我可以去做自己找到答案，也要感恩他。其实我会觉得啦，在任何环境啊，你的那一念心，你是要垂直而下，而是危机化转机，你的人生会不一样，真的会不一样。这是我这几年下来，所以我从来对师兄没有什么，我不会对他有什么怨言，我只是祝福他。我觉得说你人生那么苦的，有机会你要抓住。这是我编的，因为我有做环保啦，那我觉得当下我就会有这种，就随写出来，所以是心得啦。节能减碳做环保，资源回收分类好，瓶瓶罐罐都是宝，资源再生能源宝，资源再生自然就会好，绿化地球空气好，子子孙孙没烦恼，没烦恼。像一个打游戏，对，很像。因为其实因为我们是很小的孩子，所以要让他感觉很有趣，那这个念起来就是觉得还蛮顺的，孩子会很喜欢。那我其实都会打节拍让他们去学，而他们也会跟着这样子，对啊，孩子就唱出来，其实他就会有观念。我们还有小朋友很小哦，他才3-4岁而已，他跟妈妈出去逛夜市，看到那个宝特瓶，妈妈那个要捡起来呀，赶快捡起来哦。妈妈本来很害羞，说好，我们带回去。啊，你看，其实你做的当下，其实他回家就会落实到他的家庭。对啊，慢慢其实慢慢他们就会懂。那我就觉得说，那我做的没有错。有人说我傻，我笨，我说。那我现在找答案了，不是我的善良不是笨，我那份善良不是笨，那么多人在付出，那他们是什么？慈济这么大家庭，他们的付出，他跟他又没有相关的，那干嘛去付出？我不过是付出在我周遭我的亲人而已，那是本分而已，那个没有什么。所以这就是答案。做环保有多好呢？清典师兄跟美珍师姐认为，一定要自己下去做，才会知道做环保的好。因为做环保，让他们的生活有很大的转变，更有信心，让三个孩子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。草根菩提很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好，感谢那慈济的父子的师姐，啊，还有延期嘉延期的师兄师姐，这两天甲阮一路甲阮陪伴，我会当去全家感恩。